家里来了客人一定要试试这道非常学问的做法，麻辣鲜香又下饭，喜欢的可以试一试。首先我们将猪血切成骰子大小的方块，放沸水里面，放点姜片，食用盐，再来点料酒，大火给它煮上2分钟。2分钟以后我们将它捞出来，再准备一点提前煮好的肥肠，滚刀给它切成小块，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倒肥肠，来点米酒，大火给它煸炒一下，炒干里面的水汽，我们来点花椒、姜蒜，一点点泡椒，一勺豆瓣酱，大火给它继续翻炒。炒香以后，我们倒猪血，来点盐、鸡精，再来点生抽、老抽，再倒清水，大火给它烧个3分钟。3分钟以后，我们来点水淀粉，再给它收一下汤汁，汤汁浓稠，我们来点香油，再倒一些葱段，翻炒一下，然后关火，出锅。这样一道麻辣鲜香、好吃又下饭的肥肠血旺就做好了。喜欢胖哥做的美食，别忘了点个小红心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